哎，还没有请你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，已经像跟我们香港的朋友 say goodbye。因为去年的时候，你在台湾已经是他们的代言人，对此次到香港来当你一个代言人呢，就更加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对啊，之前呢，卡的时候很特别，他不喊开始，不喊卡，他就是。就是开始，不是你好像弄不来那个，我没办法很大声，但是导演真的很大声，然后那个 studio 很大，全部的人都听得见了。一，冇错，大家见到咧，同时咧亦都系呢边为巴勒队拍摄嘅。美白啦，仲可以咧做埋善事添噃。可以美白，又可以做善。我不如咁啦，企埋啲影张合照先啦。拍的时候哪一个 drop 是放在中间是最美的，对，最靓的摆中间。好，有请三位来给大家照先，好不好？对，咁样我们现在台的右边媒体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然后我其实很紧张，因为我到现在没有开过刀，我这辈子都没有开过刀，越靠近我就越紧张，每次一提到我就觉得我心脏好像有点痛。不过因为很多妈妈我家人还有公司都会陪我，然后我麻醉手术的时候他们都会在旁边，有一个人可以进来陪我，所以我想我应该可以度过。其实我下个月才生日，那个是我去上一个节目，然后歌迷提早帮我过生日，对。然后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我跟公司的人，然后跟公司的同事的几个朋友一起吃饭，因为我们一堆朋友出去总是有男生有女生啊，又不是同性，所以一定会有男生女性的朋友都会有，这样很正常的。因为整个头脑在想要开刀，然后我生日是3月19号，那个时候应该都还不能走路吧，所以应该是就在家里吧。